我国是一个具有漫长海岸线和辽阔海域的海洋国家，海岸线长度为1.8万公里，居世界第四位，大陆架面积位居世界第五，200海里专属经济区面积为世界第10。如此辽阔的海域，自然需要强大的海军来护卫。我国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同时也是清政府建立的三支近代海军中实力和规模最大的之一，就是我们广为熟悉的北洋水师。1888年12月17日，与山东威海卫的刘公岛正式建立，拥有舰艇25艘，官兵4000余人，在当时亚洲是最强大的海上力量，世界排名第6。这支威猛先进的舰队创立者是晚清重臣、北洋之父李鸿章。1823年2月15日，李鸿章出生于合肥肥东县东乡，现属合肥姚海区，本名张同，字建甫，号少全，汉族人，世人多尊称李中堂，被西方人称呼为东方的俾斯麦。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可能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生前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身后被慈禧太后称赞为再造玄黄之人，清朝追赠其为太傅、晋一等粟邑侯，谥文忠，赐白银5000两治丧，在其原籍和立功省建祠10处，经诗词由地方官员定期祭祀，清代汉族官员京师建祠仅此一人。西方历史社会学有一种说法，就是战争加速现代化的进程，军队应该是传统国家率先尝试现代化的部门，但是军队的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整个国家是现代化的。1840年，英国殖民主义者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1842年8月29日，昏庸腐败的清廷在英国侵略军的舰炮威逼之下，签署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中国至此开始沦为半殖民地。1856至1860年，英法两国联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在我国广阔海域，其海军舰队如入无人之境，又一次迫使清廷签署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此时，李鸿章深切意识到，列强的威胁来自海上，因此，从70年代起，他就开始提出“海防论”，积极倡议建立近代化的海军。1874年，日本寻找借口出兵侵犯台湾，此事虽以和议告终，并未造成重大恶果，但清廷眼中的东洋小国却能如同英法列强寻衅滋事，朝野上下引起强烈震动，统治集团内部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海防大讨论。此时，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李鸿章呈交了洋洋万言的《筹议海防折》，详细陈述了海军海防大业的重要战略意义，系统提出以订购铁甲舰、组建北、东、南三洋舰队的设想，并辅以沿海陆防，形成了中国近代海防战略。奏折中，李鸿章首先分析了中国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残酷局势，历代被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克主之行皆是相列，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群集京师及各省腹地，佯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
一国生事，万国构山，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时
日之精，功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还深刻指出了处理国际关系的根本是在国家实力。洋人论事不论理，彼以兵士相压，我弟欲以彼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术也。又急切诚恳地指出历史时机的紧迫性，正值海防吃紧之际，不特为外人所窃笑，且机会一失，中国永无构铁甲之日，即永无自强日。在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高级官员们的努力倡导之下，清廷开始认真地筹划并实行兴办海军海防的一些实际步骤。但就在清政府对刚刚建成的广东、福建、南洋和北洋四支小规模的海军舰队感到欣慰之时，1884年8月，中法战争的马尾海战中，最早组建的福建海军竟然整个被法国侵华远征舰队歼灭。面对被鲜血染红的滔滔岷江，清廷认识到，即使拥有了先进的海军舰队，但若人员训练配合不到位，依然不足以胜任海上战争和海疆防务。现代海军并不是在简单的在原有系统之内去增加洋枪洋炮、舰艇鱼雷就能够建成的，其中涉及到诸多的问题，包括财政啊、军政啊、教育考试啊这些基础制度和支撑系统，还包含着通讯、码头、燃料、机电维修这些配套设施，所需的知识也很多，以及这个海军全套的专门的技能和经验。就算上述这些问题如果全部都解决掉之后，传统意识形态对外来事物的强烈抵制，朝臣将吏之间彼此的牵制，还有中枢国策反复无常，下属人员办事不力，这些都足以令新生的海军无所作为。李鸿章几乎是凭借一己之力排除万难。中法战争后，鉴于福建船政水师几乎全军覆没，清廷决定大治水师。血气方刚的光绪皇帝郑重发布了大力扩充海军的上谕，并下旨1885年成立海军衙门，海军由此成为清廷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正式精制军种。近代中国海军海防事业开始迈入最佳发展时期。光绪皇帝的生身父亲醇亲王奕轩亲自出任总理海军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为会办海军大臣。经验丰富且比较了解西方情况的李鸿章如鱼得水，致力于海军海防建设的庞大系统工程，使中国的海军海防事业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有了飞跃发展。由于身兼直隶总督与北洋大臣，李鸿章掌握主动权，着手优先创办北洋海军海防。1888年10月，在李鸿章的苦心营办下，海军衙门上奏慈禧太后，并获准颁行北洋海军章程，标志着北洋海军正式组建成军。这是近代中国海军海防事业发展的辉煌顶点。由于北洋海军的庞大阵容，中国海军作战舰艇一度跃居海军世界大国的行列，在亚洲地区则是首屈一指。成军后的北洋海军拥有舰艇25艘，总吨位达到4万多吨，官兵4000余人，在当时是亚洲最强大的海上力量，使邻国日本望而生畏。与此同时，李鸿章加紧旅顺、大沽、威海等海军基地的建设，以加强海防。但是当时的清廷官员普遍贪图享乐，不管国事，内耗巨大，以致不久户部就数次找借口要求停止添船购炮，自此北洋海军的建设陷于停顿倒退的困境。而反观同时期的日本，也曾长期锁国，但在佩里扣关之后能迅速调整国策，
有研究说与其小小岛国地理特点有密切关系，而实际上此时的日本已转型为以完全的现代意义民族国家，国人却尚未从天下体系中走出，国家认同并未建立，老百姓只知道自家身家性命，地方官甚至部分海军军人亦毫无国家观念。比如甲午战争前，日谍潜入要地搜集情报，竟无一人被发觉。战争爆发后，军队在前线奋战，而其他省份督府都当作是李鸿章北洋一系私事，事不关己，不愿积极施以援手，以此对敌必不能持久。李鸿章能够排除万难，呕心沥血，以一己之力建立北洋水师，但是抵挡不住当时官场乱撞，民智未开，工业化的日本和农业化的中国作战。
其失败没落是历史的定局。甲午海战后，伊藤博文在同李鸿章谈判时说，想当年中堂大人何等威风，谈不成就要打，如今打了结果怎样呢？我曾给大人一句忠告，希望贵国迅速改革内政，否则我国必定后来居上。如今十年过去，我的话应验了吧。其实清朝内政岂是李一人之力可以改变的，整个国家积重难返，封建集权思想根深蒂固，使得李鸿章纵有济世救民之心，也难有力挽狂澜之力。其实在日军侵入中国境内的那一刻，李鸿章就明白这场局部战争已经演变成一场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命运之战。他给皇帝上了道长长的奏折，提出了打持久战的战略主张。敌强我弱，日军利用速战速决，我军利用持久拖延。日本的国力无法支持他打一场漫长的战争，可惜朝廷没有坚持采纳执行。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李鸿章成为替罪羊，被革职夺爵，远离大清帝国政治中枢。随着李鸿章的失势，他苦心经营想改良中国的洋务运动悄悄熄幕。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在重病中仍然被俄国使者催促在不平等条约中俄密约上签字画押，李鸿章拒绝签字，悲愤而终，临终前草拟遗折，希望国家自强，推荐袁世凯作为自己继承人。李鸿章的一生伴随着清王朝风雨飘摇40载，从衰落直至灭亡。梁启超评价他：武进李鸿章之才，武熙李鸿章之时，武卑李鸿章之欲。毛泽东在讲堂集说：水浅而舟大也，叹息李鸿章这只大船在晚清的浅水中无法行驶。